起，我在每个平行宇宙里面都爱你，记住我答应你这不变的定律。难过夹带陌生的感觉，有一些已模糊的镜头拉不回那场景，明明不是下雨天，却淋湿双眼，与你有关的泪点。哇，哎，还行吧，还行，好好好，没有丢脸，没有丢脸。各位，我怎么又在这里了？我们要准备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们要准备演唱会，对，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，兴奋，兴奋。我们这个冥王星一播出，大家都说你是颜值担当，对，啊，我不敢当，露一下，露一下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我们都是帅哥，这个是原始少年担当，哎，所以右边那位也是原始少年，你说我吗？他是啊，我是原始少年。现在准备要上去彩排。对，今天是演唱会彩排。所以你要那么紧？过几天要上台表演，感觉怎么样？还是很期待，但还是会怕。六，就是自己会不会太紧张？应该不会吧？不要紧张。跟他表演要紧张啊！上台啦！开箱这次的舞台，这是 TICC。哇哦！子宇那边可以再进来一点，对对对，好，这样子可以。回到13天的部分会是在刚刚那个 ending pose 3秒的时候灯会收掉。灯收掉的时候，就是你们退场的时机点。这是我们表演第一天，又回到妆法后。对，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妆法后的感觉。子宇，不管最后的我们不能在一起，我在每个平行宇宙里面都爱你，记住我答应你这不变的定律，这是我存在的意义。哇！天哪！好的，开心吗？蛮硬的。怎么说？就是要连硬3天，但是现在蛮兴奋的。你今天有表演几首吗？我今天应该是六首，这么多？对。应该是那真的蛮劲的，蛮劲的。水风哥，凯浩哥，是不是有一首也是换装很感动？对，因为中间只隔一首，所以我一下来的时候就要马上换装，就是刚好我们那一首完在前面，哦，完吗？对，所以我们那一首完。哦，好，要等我一下。你要补妆是吗？对，我要补妆了，我可以帮补啊。好吧，来啊，我们现在直接补啊。笑声。不过嘉诚是偶像练习生，你觉得他像谁？我觉得他像谁？应该像你吧。啊？那我不比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你觉得你跟他谁比较高？我跟他吗？对啊对啊。你要身高吗？我说颜值。应该是他。不敢。没有，他比较帅。不敢。那我跟你。啊，因为我是喜欢讲实话的，没有你一半帅。那点还有没有？快进，弄进去。全白的 ，fresh on。哦，那里面是就没穿衣服？对，就没穿，所以我的跆拳道服。对，我主要是唱歌的，那个现场来唱歌。好啊。难过夹带陌生的感觉，有一些已模糊的镜头拉不回那场景，明明不是下雨天，却淋湿双眼，与你有关的泪点。哇，哎，
还行吧，还行。好好好，没有丢脸，没有丢脸。很棒哎，很好听。真的吗？对。好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耶，祖安，嗨。就是我们有个渊源。对，人生第一堂舞蹈课，凯浩哥的课。哦，你第一堂课就上我的课。对。等一下，非常加油。行，凯浩哥加油。好。各位，现在找到一个我之前的学生。耶、yeah。什么的学生？拉丁的学生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对，高二的时候。奇妙的缘分。当他们的摄师，对，很有眼光。对，那因为那时候老师是刚好正逢顶端的时候，就是在拉丁界的时候。这次表演感觉怎么样？除了小汪动作之外，其他都不够。反正应该也不会有人发现我，像只有你发现，只有我发现了。